索女主播采访世博被空袭，咸猪手就是在上海世博扮鲨鱼的澳洲男人。东森女主播吴宇舒前日采访澳洲馆嗰阵，突然被包围，仲俾其中一个人空袭同抱起佢。吴宇舒即刻用手护胸，但已经被鲨鱼人抱住围圈。节目出街之后，佢嘅 fans 好嬲，仲喺佢个 blog 度大闹澳洲人行径恶劣。大家好，我是东森的主播吴宇舒。28岁的吴宇舒有甜心主播之称，镜头前形象专业，有美貌又有智慧，私底下就好似邻家女孩咁亲切，吸引大批男 fans 跟随。